朋友说要是我能过这关，他就请我吃饭。我说肯定是你操作不行啊，他还不信，哼，看我升级血量刚正面，谁也打不死我。再升级一个速度，他们的炮弹都追不上我，爽不爽？别看他们人多，咱也不怕，咱们的穿墙神技就是这个时候使用的啦，隔山打牛，刺激不刺激？嘿嘿，有饭吃了。